榴莲和鸡一起包，满屋香飘飘。先把榴莲壳白色的部分切下来，切成小块，很巴浪放进汤锅，加入椰子肉更清甜，还能减少榴莲的热量。包30分钟后，放进新鲜切块的鸡肉和大块的榴莲肉，倒入椰子水，再包30分钟，淋上椰浆或牛奶，少许盐调味，养生枸杞点点缀，浓香四溢，丝滑甜蜜又不腻，营养价值超高，解馋和滋补一箭双雕，全家都很爱，非常的哇塞。